为什么变成小琪了？陶渊明，我其实向往的是很淡泊的生活。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，因为我自己觉得自己蛮好的。硬要换一个东西的话，电动游戏机之类的。PS4 如果可以一直玩到不同的游戏，我觉得还蛮酷的。是我真的很想变看那种很外向，然后傻傻的那种女生。我会先去洗澡吧。我不是害怕，我是期待。啊，以前我自己的萤火我不敢做事情，但他敢做，我觉得也帮我做一件事情。我 OK 啊，我身体蛮可以给别人看，什么东西？那也可以看你手机哦，什么的都可以。我手机你不用担心，我手机该删的都删掉。你为什么不要去泡温泉开始？你可以一次看很多吗？我会先摸索好自己的身体大概长怎么样，穿胸罩，然后我才会就是去泡温泉，裸汤。